今天来分享一个有技术含量的蛋包饭。首先，鱿鱼、虾仁过水捞出，先把洋葱炒香，下米饭炒均匀，调料下白胡椒粉、盐，下配料，下鳗鱼汁，中火炒香炒入味，装盘备用。准备两个鸡蛋，搅拌均匀，热锅下油，下蛋液，炒至刚刚凝固即可。倒出来再加一个鸡蛋，搅拌均匀。这时候利用锅的边缘悄悄下蛋液，慢慢煎，慢慢翻，煎成橄榄形，最后封口。鸡蛋盖在米饭上，用刀切开。这么详细的教程你喜欢吗？别走开，主页还有更多详细美食哦。